大家圣诞节快乐！但我这件衣服其实有点撑不太住，我的 New Bra 已经是用最薄的了。其实这件不是洋装，它是。的感觉很眼熟，圣诞快乐！第一个有幸运女神的眷顾吗？第一个有幸运女神的眷顾吗？希望会，希望会有。我们这边是有自动打花环节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说，但我规则还没讲。我们今天有这个圣诞抽奖，我们1000块就是直接是一个门槛了，每一抽都是1000块。然后呢，你只要有1000块呢，就会直接获得我们这次的圣诞的海报。另外呢，这一次我们圣诞的一些周边呢，除了有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照片生写套组之外，还有2个是我们这一次限定的挂轴，帮大家做一下。谢谢山木的斗内1000元斗内，太多了！等一下，我的键盘，我的键盘上面白白的东西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好，谢谢玲玲的10000元斗内，还有艾莎的1000斗内，撑起来！圣诞节快乐！谢谢玲玲的10000元斗内，你们是毛起来哎！疯了！什么？我还没生日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刚刚有2个10000斗内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不会是烂炮兵啊！我觉得我不会是烂炮兵。好的。哎、欸，哦，传出去了！喂、哎！请问一下几点开抽？我们大概是10点开始开抽。我们10点的这过程中呢，先跟各位说一下，如果说你今天是一抽抽到了你，那就是一抽；如果说今天有2抽抽到你之后，你还有机会抽到你。然后当我抽到你的时候，代表说你一定会中其中一个，但是会中什么不知道。我衣服可以拉一下是不是？没办法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件好像买小了，应该买一个 M 的。我现在头发超级白，我的键盘像是有点像在垃圾堆里面，超夸张的。你们就知道，这真的不是我平常乱啊！今天订阅赠送前5送今天的手机牌。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，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，牵着你走过。什么烂炮兵？我还有一个，哎呀，这个一定要拆啦！下一个。圣诞气氛，大家圣诞快乐！员工霸凌时间，我只知道小念跟我说今天会有人来协助我，就是今天抽奖的部分，我不知道是长这样子。射起来！我是说拉布，谢谢天蝎的8000元斗内，好湿哦！我们剩5个名额，5个名额满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现场开始抽奖。我们直接抽奖了，然后后面如果说有人想要加码，想要拼前2名斗内的人呢，是可以继续的，但是不会再列入我们抽奖的这个名单当中了。小抖一下拿个海报，没问题，谢谢俊的1000元斗内，这个太帅了。那个，我只能说不会有人要报仇，我10点叫他起床帮我剪片这件事情，然后就请人，然后来帮我撒亮片，然后最后呢？没有人要帮我收拾这件事情吧 ？OK， 各位，我们会先从右边抽到你的人，你要从左下角呢去选择一个数字，看你会抽到什么东西。1排8个，总共5排。那我们要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如果你们抽到了这一次的生写的照片的话，我觉得很香。我不会都留烂的给你们，我一定是挑最好的给你们。
不是啦，那地板脚架我是要怎么亲啊？我让你们看一下我的地板好了，我发现你们是很没知觉的人欸。不是看腿，是那个抖内的那个，还不错吧？我等一下会把这两张的挂轴呢，长什么样子，大概的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哦 ，I feel embarrassed showing my picture. You are quite pretty.很漂亮吧，我自己也好喜欢。祝大家圣诞快乐，希望大家都拿到自己喜欢的圣诞礼物。跟各位说一下，圣诞再也不要送他们的马克杯跟护手霜了。我上一次抽到那个我准备了1000多块的，我抽到了什么？我抽到了健达缤纷的2条。好啦各位，那个下一个月呢，我们下个月跟下下个月我们都会办活动，然后基本上应该都会在偏月底的时候，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参加。那下个月的话，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吃个饭，很纯粹的吃个饭，然后也不用说就是有什么活动之类，就很纯粹的大家吃个饭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唱歌这样子，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们有愿意的话，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吃个饭啦。基本上应该又是热炒，没错，因为本人我喜欢吃热炒。好啦，祝大家有好梦喽！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！